来看这场啊，反正刚开始也不急，刚开始无所谓。嗯。兽呢，其实还是有实力的，只是这次这个宅男杯啊，的确强的人太多了，他也很迷茫，知道吗？高手云集。哎，反正我跟你们说，这是跟法人一起出去，绝对不能跟他一起去玩那种什么漂流这些东西。为什么？哎，不是我们两个人做一个那种筏子嘛？对啊。然后往下漂嘛。对啊。他你妈就一定要去撞别人。啊？为什么？哎，他就想把别人撞翻，你知道吗？这狗逼。不，把别人撞翻的好处在哪里啊？就爽呀。不是那个时候你漂流的时候不是还有水枪卖的吗？还要买水枪的吗？啊，他买了个最鸡巴大的水枪，然后你妈一路飘过去，到处惹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就见人就干，然后最后我们被围攻，你妈在中间，你妈就老子你妈差点被人整弄翻了，我靠！就你就是很无辜的是吧？无辜的一逼，你妈的，真的，他买了个最鸡巴大的水枪，就随便从哪里过来的人他都要干，人妈认识不认识他都要干。什么东西啊！我靠，那么狂野，狂野的一逼，我操！然后去撞别人，你妈只要看到对面，你妈不是很猛，对吧？比如说对面两个小姑娘在那里飘，他你妈要去撞别人，妈不认识还认识？不认识的呀，他妈有些那肯定会被围攻的呀！我靠，有些是同事，有些是不认识的，反正妈看别人在前面，我靠，你妈撞了再说，撞了你妈水枪猛打。猛射呢然后就被围攻了，你妈的，然后被认识不认识的人围攻，你妈，我们两个在中间。哎，真的惨，我操，这你妈双栖漂流我还没去玩过，我不知道什么真的呀。那他怎么可以控制船去猛撞别人吗？他可以滑的呀，就往下飘，你不是有你们还滑过去猛撞别人。哎，反正就很狂野，我跟你说法人。哎，反正很搞，我靠！你看比赛，不看比赛了。好，这边回来了啊。嗯。泰姆正常运营。泰姆知道自己输不起了。说我吃鸡了，哎，就很像我打吃鸡，你知道吗？这人家看到人他妈都要去惹事。是的呀。不管远近，不管对面强不强，弄了再说。那你有没有水枪呢？我也有的呀，我也买了个很大的呀。那你有没有去射别人呢？我还好，我妈我要看对面实力怎么样。那你们一共才两个人，又要射又要他妈要去划船。哎呀，反正很搞，我跟你说。我没玩过这个东西，我不知道什么场面。两个人都凭我运营啊，这边兽是第一波第一时间推转，然后接一个两船兵的一个空投二矿，看里面怎么来防。这波防的好，说不定一波就能拿下比赛。这波看怎么样啊？看怎么防。哎呦，这个多线，这个兽其实很喜欢打多线的。对。哎，这不是变成李佩南你妈打马入的感觉了？两个 B 先掉了。我们还好升级，还没升，好像还没升，还是升完了。但这这面怎么办？先打，哎，先控这一炮很重要。在家里面还是很烦啊。但这兽其实双线处理的也一般。一般会有事。哎！在家里面，李佩南，哎。家里面两个人好像都很乱啊，打的。突然一下节奏提起来，双方都不知道自己在打些什么。都很乱，但是这个兽明显感觉还是占点便宜的。对。兽跑了。不，但是这种乱的打法呢，因为兽是在李平安家里面开战，所以说李平安肯定是很伤的。肯定吃亏的呀，你怎么打都是吃亏的呀。李平南很乱好吗？这个局面。哎，他这把被零杠六之后，是不是已经打不来这个游戏了吗？他非常乱。
有锁有锁有锁吗？锁住了锁住了，还行吧，还行，就看乱的时候看谁能够刺出那一枪，还行，哎呀我靠，暴兵的李平南可能是要比对面那个猛一点，这是真的。对对对，首先大阵里面再退一步，坦克多很多啊，所以刚才一直在进攻好不好，他刚才那波坦克是被吃了的，为什么我怎么感觉这两个人好粗啊，突然感觉你不觉得很粗吗？其实我说实话，李培南什么时候学的会 major 这种稳重性，就很厉害了，是但是就会失去他的特色呀。坦克要被摸，还好还要抹过去了，趁你妈这都让他抹过去了。哎，换家了换家了，怎么你这个换家不值啊，哎，这么换是不是有点过了，让你先出手啊，被你看他怎么又回去了，跟他换呀，不这个时候不应该换吗？没事没事，他拖一下，对面还换不动，对面还换不动，要被包进那个包围圈，这不进那个大包围圈吗？但这位置包不了，这时装了兵想跑，李平台看到了，这真是个大包围圈啊，所以赶紧要跑，这坦克投到这个位置，好，包了，这个速没了，这波被包惨了，在这个乱战还是取胜了。哎，不过其实还好，机枪跑掉了，刚才那波大家都把坦克换光了，速其实爆兵还行，但有点跟李平台还是有点差距，两个人都两攻两防了，三攻三防，所以第一时间就提了，李平南忘记提三攻三防了。我觉得在这个三攻三防前应该要分出胜负，以他们现在这种打法都很粗，这拳就要逼受冲了，对，这个矿肯定掉了，这拳投下去就要逼受冲了，三矿肯定是个行那个新轨，不是行要塞，四矿才行，要是好了，回去防了，回去看到了，那你未必防住啊，这四川兵啊不开玩笑的，这兵不是我给你换一波走了呀，你来我对啊，他给走了呀，差不多了，走了，你妈兽不是伤的一逼的不，哎呀，他上面两片矿都开了，你们有什么伤不伤的吗？话这么说倒也没错吧，啊，攻防还是要快一点的。李培南这个三防一直没升，但是两攻李培南是点下去的，这个两攻待会儿坦克还是挺有威力的。对，家里面又被搞没事多险，哎，三攻没了，三掉了，这个妈的攻防又落后了。为什么那么粗？两个马起来已经不管了，农民突然又控制到一样的，什么神太甲1:0收了，真的假的？那么猛啊，神太甲！太甲那么猛，哎，这个位置被架住。但是李平南先出手，先斩阵型。三攻三防没好，给你干了。先斩阵型，李平南阵型不好，可以包完了，包完了，打赢了，打赢了。哎，这波其实受有点失误有点大，他三攻上如果好的话这波未必打得赢啊，但问题你没好啊，谁叫你没好呢，哎，你看这个有点过了吧，有人说这一波打下来李培南能够确保自己肯定三攻三防能好，他没升防李培南，这又是九死一生啊，没错的，他只要架到就好了，哎，细节很好吧，没有的运输就先回去，嗯，他这波应该是要直接投这个五矿这个出兵点，对，或者是投那个五矿那个位置，肯定要沿着圈边投，这个圈肯定不会让你看到，哎，这么看来这个兽也不弱啊，
兽，哎，兽他欧弗能打到七千分，他怎么就会很弱？兽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这波走了。对我就问你，他欧弗能打到七千分，他怎么就会很弱？不会很弱。里面那人坦，这枪兵不是很多，全没事啊。我叫架主，我现在先把你建筑给你打了，你来防嘛。你换吧，这波我坦克架好，你怎么换你都要亏很多兵。投他！哎，那边没看到吗？没看到。哎，被炸了，哎，没视野，哎，三个坦克。哎，雷达！哎呦，这一波送三个坦克有点伤，这个英雄。运输机不能走。但马上后面一坨兵会过来了。他刚才如果撒了雷达，看到左边那几个坦克，那这个冲就没那么好冲了。对，冲还冲得下来，但会死很多兵。那一个运输都没掉。现在好了，兵集中到一起。你转渡鸦了，渡鸦出来之后呢，其实，这个枪兵的攻防之间其实就有一个巨大的差距。他只要炸到你，而且出兵点刚才坏了，兽现在接兵有点接不过来。两个，这盘真的是两个你妈的，两个工兵你妈在打。打开锁，炸！我也瞬间就清光了这个。这个是瞬间清光啊，又真的哎，真的这盘真的是两个工兵在打，一个你妈的，一个杰拉德，一个兰帕德，我靠，粗是有点粗。哎，那个巴里是不是也很工兵的，也很粗？毛你妈，巴里已经是英格兰技术最好的球员了，好吗？是吗？哎呀，那个巴里已经是英格兰当时的中场核心了。技术最好的球员就是他。那兰帕德和杰拉德呢？这两个人也挺粗的，也挺粗的是吧？真的啊。杰拉德，你确定杰拉德很粗吗？反正都挺粗的。那什么什么你妈什么以前的那个什么什么加图索什么？坎比亚索这种都是加图索，那个长相就很粗好吗？两个小胡子一撇，你妈的，你就感觉他妈的。以前我记得以前还有个什么皇啊、是巴萨还是皇马？巴萨吧，那个马斯切拉诺，我靠，也是粗的一逼呢。哎呀，我靠，这他妈都是不谈了、啊。什么马克莱莱，我靠。哀心是吧？还有一个，但是你妈现在不是法国不是你妈那个黑的那个黑人啊？那个坎特，坎特你妈的，粗不粗？我就问你，粗倒不是很粗，坎特主要是很能跑，坎特倒真不是很粗，坎特属于那种其实，妈的那个那个。巴萨那个布兹克兹那个你妈也很粗的呀，我靠！你妈布教授不粗的，你妈你不要乱讲。不粗吗？布教授你妈不粗的，妈布教授其实挺细的，踢的。妈，在我心里面，你妈心目里面打后腰的你妈都粗好吗？不，布教授打的不是很粗的，布教授踢的还可以，布教授。这样子啊，反正坎特你妈反正就是很粗是吧？布教授不粗，真布教授。坎特主要是你，其实他真的不算很粗。坎特主要是你妈，你看起来他真的很能跑。坎特，哎，其实这种球员还是蛮受欢迎。其实职业球员都不怎么粗，我讲真的，职业球员再怎么粗都不是。要看跟谁比。真的这不算很粗，职业球员只是球风不一样。你说基本功什么的？那戴维斯呢？以前有个叫戴维斯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职业球员其实基本功都很好，只是他球风可能看起来比较狂野。还有这个位置就一定要粗是吧？对，他那个位置可能打得比较凶一点，你就感觉比较粗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他们基本功都很好，对不对嘛？就算李铁，你妈的，说实话也不粗。李铁，他只是很能跑。哎，李铁你妈还不出，我靠！打后腰的就是干脏活苦活累活的，他
他如果动作都不狂野一点，不粗一点，你妈的，那怎么，那不就是前锋直接面对后卫了吗？那我问你，那这种什么秦升、什么谭旺松这种处置，他跟业余球员比起来都，都技术都很好。不，我说职业选手比吧。那职业选手他们基本功是差了那么一点点，是不是嘛？你说随便哪一个这种职业球队的二线队员，就上不了场的，也不要说，就你叫得出名字的，都叫不出名字的。他下来跟你这种业余球员踢，你就觉得他每个人都是梅西，我靠，真的呀，球你都抢不到。我就记得以前你妈的以前那么这种什么足球什么这种，就你妈一脚往前一踢，对吧？这种前锋嘛，啊，往前一踢，你妈靠速度，然后你妈穿越后卫，你妈个就跟你玩速度，人球分过。好，我们看比赛了啊，这个里皮兰第二场，这场如果能够2-0拿下的话，至少是开了个好。贝尔，他们说他看刚看过国足，哎，国足的你是看他跟那些球员，哎，跟他那些同等级的球员踢，你看起来好像是基本功很差，怎么对抗很差。你妈！你让他们下来跟你踢个野球，你试试看，对吧？你们平时这种业余球员，你去跟他踢踢看，那么每个都梅西、C 罗，过的你妈，你三个人都抢不到他一个人的球，你会觉得他球感超好，技术超好。好的，这边李培南这盘还是挺稳的，门口是下了个地堡，他这个死神是不是要等对方死神出门，然后他再绕进去吗？应该是他是在等你的死神到我门口，我露面了之后我再绕进去，或者他有个时间点，他的时间点卡得很不错。正常打嘛，可以去。别人家里面也有防守，李平男人挂个渡鸦，应该是继续挂渡鸦。可以看出，李平男现在对于新版本还是有点不适应。我相信他在国内其实没有去练习过新版本，现在还是练的。国足连大学生都不敢踢，这你不可能的、啊！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个国家就输叙利亚这个阵容，踢大学生。随便你大学生怎么组队，你把全国最牛逼的一帮大学生组队，大学明星队呢，你组一个大学明星队出来去找那帮国足踢，不踢你个10-0，踢10-0跟你踢玩儿一样，你妈你搞笑了，国足踢不过大学生，你是不是对这些大学生有些什么误解啊？他们说的是这种巴西，没有巴西，我就说国内大学，那我就如果这种巴西国家这种大学生呢，那有点悬。怎么有点悬？大学生啊，哥，我主要是我对国外的大学，特别是巴西那帮大学生的水平，有点不敢。妈，不是你说白了就不信国足嘛？跟你妈的、啊，你巴西那帮大学生是没有关系。你说白了就不信国足的实力嘛？不，主要巴西那帮大学生可能踢的有点好，是真的。那日本那帮大学生啊？日本那帮大学生也踢不过国足的呀！你妈搞笑了，我靠！对不对嘛？黄哥只是有点疑问，巴西的那个大学生未必，你不知道他实力有多深，我对他们不是很了解，不能妄下判断，对，不能妄下判断。但是他妈的，如果踢国内那帮大学生，那是个往实力，哎，国内那帮大学生北理工够强了吧？对不对？妈的踢也不就踢到甲 A 就踢不动了，够强了吧？那帮北理的那帮人已经很强了吧？在国大学生里面已经最强的一帮人了。放屁！日本有大空翼，你妈的，你们这些人！好了，李佩南还是一个常规的开局，还是他想赢的这个比赛，他很打得很小心。杜鸦先走，然后两个人就跟在后面，直接就要去架一个位置，直接应该加个矿。我看这个地图，小地图上来说的话，好像两个 B 是不是在？哦，两个 B 应该不在，应该在
好了，不说了，看李培丹进攻啊。嗯，受了两个鼻翼在主矿，所以说打不到这个。哎，这个没机会，没机会，这个地方看找哪个位置切。他切主矿啊，切三矿。切三矿，其实刚才受这么架，正面是有机会被打穿的。算了，就这样投下去也行，反正掐到一个位置就行。掐到了。但是有两个锁啊，我觉得能不能锁对方渡鸦？锁两个渡鸦，秒击地下。好。秒掉。其实我觉得锁渡鸦有点得不偿失。走吧走吧走吧，装快跑，跑得了跑得了，你不要慌，跑不了，妈的跑不了，被锁了，走远了。这波打下来其实交换下来没有损失任何东西啊，双方这盘呢就感觉还是比较细腻的，你妈不像刚才那么粗，对不对嘛？感谢求老先来我全部挂科的一个飞机啊，感谢兄弟。这边最新的这个比赛赛况出来了 ，Q 是8-2了，小组第一 ，Sola 是7-3小组第二。又来一个大规模空投，直接投三矿。哎，被炸到了！退一步，退一步，往后退一步，但一定要顶，一定要顶，这个局面一定要顶。打掉对方一个渡鸦，运输机走了，运输机走了，能摸几个农民摸几个吧。摸一个围巾也是围巾呐，也行吧，也行吧。这波交换，李平丹还是占住一个主动，他还能进攻。对，但没赚到什么便宜。对，打到点东西。这个寿司现在是1-7啊，跟李平丹是一样的。感谢邱老先来我全部挂科的一个飞机。以 Lazar 感觉还可以啊，一平了 Sola， 好，又来这个位置，只有一个坦克，但是可以拖农民，没敢拖。哎，这为什么不拖农民啊？他第一波不拖农民，坦克被秒了。我跟你说了，这个就是这些人和 Q 的，你换 Q 第一时间就拖农民的，拖一下，然后拖农民很及时，关键他拖的数量也很好。不就是这个差距之后，然后你会发现，就是你平台每一波都占便宜，打 Q 就每一波占不了便宜。对不对嘛？这个是有差距的，我靠！怎么样？总的来说的话，现在在这个人口上还是占了一些小小的一个优势啊。四矿开的也比对方要早，攻防来说也比对方快。啊，为什么我感觉他妈打这些欧洲的这些人族，就感觉有点简单啊？你感觉没有，黄哥？那是啊，真的，我就感觉有点简单。就实力还是有分层次的，对对，这真的分层次。马 Qer 比他还是比较强太多的。感谢球奶超市二店开业倒闭的一个飞机，感谢这位兄弟啊！今天比赛我们应该播不完 ，B 组的比赛我们播不完，反正到时候能播一点播一点吧，对吧 ？A 组的比赛播完了，差不多都12点。反正这两天小组赛我们不会播的。对 ，B 组我们就随便播播，根据他主舞台的，反正 B 组也没韩国人，全是欧美人。对。那不就这个组不就 Zero 吊打所有人吗？新版本也未有啊。我在骗自己呢。不要骗自己，不要骗自己。你看看那个小组的一些人，我估计也就修泰姆估计能还下手。估计修泰姆也还不了手。我就好稍微好看一点，其他的一些人跟版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那倒是啊。好了，压到门口啊！今天凌晨是 D 组嘛？哦，
今天是 D 组啊，那还可以看看 D 组雷诺什么 Party Innovation 他们还可以看看啊。D 组还可以看看， D 组应该精彩很多。你敢投兵出去啊？你跟他去救了，但他并没有夺走，很聪明，很聪明哦，这个这波是把你骗回去了，对，很聪明啊。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解放者加一下。不要慌，哎，有对，有制空，有制空。嗯。哎呀，一个坦克都没换掉。怎么说呢？现在李天南虽然说站得很主动，站住很主动的位置啊，这个会可以，这个坦克加的可以。可以往前走一步，这个地方看不到，关键是没视野。对，这个坦克很关键，加的。好了，要冲了吗？冲了，这逼他冲啊！这个地方是，他先换的那个，他先换了一个解放者跑。那这波还是占点便宜的。这冲不了啊！这个地方冲不了。四倍解放者一出，这什么鬼啊？我觉得四倍解放者是因为现在。兽好像已经占据了天空了，所以说对他来说，现在他需要就是在解放者上多一点，然后能够在地面战场上能够取得一些优势。你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要出渡鸦的，不应该是再去解放者。我觉得渡鸦这个时候要比解放者好。射程解放啊，现在射程解放是在那个 VC 里面是吗？这个的好处就是说，你可以不用换挂件就双倍产解放。这位置架的，好了，就抹上去。直接抹进去啊，打出兵点啊。那他想救、这个、你这边你耗不了的呀，你他想什么呢？他想救这个坦克，直接秒基地。有点太狠了吧？这波损失很大呀。啊、我觉得这个他抹上去打可能会好一点。对，抹上直接出兵点全打。不过也好，把对方的这波吃了。但是这个被空投怎么办？家里面这波钱要赶紧转化成兵力。对，他现在他就看兽敢不敢对反打了。刚才如果把出兵点打了，这个我觉得比他应该进去把出兵点抹了的。我觉得他应该是抹得进去那波出兵点，绝对抹得进去。你坦克一收嘛，这兽要救其实也没那么好救的。对，或者你坦克就不，你就在那顶着让两个解放者打，那你也能拖个大概五秒钟时间。你就顶着，然后直接兵所有的兵上去，一下子家里面的兵营什么都拆完了。你至少能拖五秒钟时间，对不对嘛？你还有个高台可以，那坦克收回来再救很慢的。啊，这个有点二啊，这个。这你就打一个基地其实是不赚的。但还是靠了自己的这个刚才存的钱啊，把自己一个买回来。谢谢邱老，现在我考研走远的一个飞机，还是买活了一点，还行吧。继续打。你们说这个，就这个比赛里，面能否进十六强这件事情，我倒是觉得应该是进不了的。啊，这是我的看法啊。哎，这波被换家了，那咋办嘛？这波兵很多啊，他回不去了呀，这李平南，这肯定回不去了呀。他回去了呀？回去？不要了呀，就下面这个基地不要了，下面三个基地呢，哥。他抢手了，
解放者先架来，我搜也很拼啊，你妈这么冲这个解放者。哎，他的顶型要塞，他的 A 型要塞啊，刚才顶了顶久了已经啊，就这里现在不好打了，我觉得现在不好打，上面被空投了吧，大河，我靠，大河我倒觉得还好，大河还好，大河也没成型，现在那两个大河飞了吧，飞了飞了，他现在三倍产大河了，对，李佩呢现在旷野扫对方扫砖几片嘛，扫砖两片，直接上了呀，直接上了，好，往上抹抹，对，抹上去，对的，趁他大河没出来前，大河出来也没干他一票，那么多围巾，这哲月其实这点时间好像也秒不掉这个大河，那 总是还是削弱了，这大河炮没用的呀，就这把那么多机枪在下面，大河有什么用吗？围巾全给你打了，围巾顺打，围巾顺打，但他的围巾已经被打光了，对，你没有围巾打大河还是有点累的。哎，秒没大河，没大河，没大河，下面解放者架好，把他机枪回救的机枪打了，可以，这波打的还是挺有气势的，我有机会翻盘了，主要把出兵点占了，出兵点已经占了，机器死了，机器2-0，我靠，这个二比零重要啊，这个兽也不容小视啊，这个兽这二比零重要，那等马哥再去找那个了呀，对，我们等着马哥嘛，因为后面的应该没有转播这个的比赛了，对，但我告诉你们真的也不容小视，这个兽打得还可以，挺好的打的，你看那个波兰仔嘛，那个波兰仔就在现场播的，是的呀，你看这个波兰仔他就在现场播的，看到没有，他现场开心的一逼，他就在现场播的，那以后我们也去现场播，别说了黄哥，我们去不了现场，为什么，就是跟你刚才所说的一样的，我们去了现场，对不对啊，我们去了现场，我们怎么搞，那两个人不可能说在那边熬个一天，那别人一个人在那里熬，那倒是啊，有什么不行的呀，我靠，那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去嘛，我们下次看谁还有谁去，我们李佩南要去，我们三个人去，把李佩南输了就赶紧跟我们一起解说多好，他妈他三个人毛，他绝对不会来解说的，你相信我，哎呀，来吹会儿牛逼没有错的，他绝对不会混来解说的。 The little one马哥说一会儿 Little One 打 Elazer， 今天 Chime 的比赛就打完了。他说一会儿打 The Little One， 马哥说稍微等一等吧。那你妈的打 The Little One， 我觉得还是能够打。他待会儿打那个打海那个海、海军上将怎么办？别人都会英语，那帮韩国人也不会英语的，有什么嘛？我操！啊，英语这个东西，你们不要觉得妈的英语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先带个你手机都带翻译的对吧？实在不行你带个翻译的那种工具过去。妈的，他们英语也很差的呀，那帮韩国人不一样活下来了。现在李培南的最好成绩应该是7-7，如果他后面两场全胜的话，那有机会出现呀，7-7就出现了呀。7-7应该是出现了。他们说又开始了，哎，不要慌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去国外，别人也不会因为你英文说的差就看不起你，你也不会因为。就像我们不会因为一个老外跑过来，你妈的他中文说的差，你就看不起这个老外，是一个道理的。说的没错，对吧？你这样思考这个问题就对了嘛。哎，一个老外过来，他跑过来问你，他中文很蹩，用很蹩脚的中文问你，问你这些东西，你还会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你不会觉得他怎么样的呀？妈，中文，我跟你说，中文说不好，哦，英文说不好，你妈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会看不起自己，你妈别人外国人没觉得你英文说的不好又怎么样？他妈只有中国人天天跟你说你这个发音不标准、哦、你这个怎么样的，你妈对不对，妈外国人不会这样想的，你看 Zero 他们发音也不标准的，那也不是工地英语听不懂、我觉得李平南还是出现不了，
如果拍在你们四杠二，Little One和海军上将四杠四。